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都会有那个时代教育所面对的问题，也都会有教育应该承担的使命。中国教育的未来一定要有一群人用教育自觉和实践智慧，把我们梦中关于好的教育的那种理想一点一点做出来，变成校园生动的现实。我是唐江鹏，江苏西山高级中学的校长。我呢是在秦岭的脚下长大的，我的赶考之路非常的艰辛。我的高考成绩是我们县里的第一名，在体检的时候，因为我小时候身体的一个原因呢，没有达到这个标准，大学的门槛在1979年的时候就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梦。我是一个辅导老师，其实我没有这个上讲台的机会，就是在一个学业，我们的学校的老师都去看电影去了，我就试着去上一节课。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后排的一个学生一直站起来向我提问，我还比较好的给予了回答。下课之后呢，他才跑过来告诉我说，那梁校长他就站在那个风雪的这个窗下，一直叫这个学生说，你给他提问，你给他提问。他在后边就听了我大概大半节课，所以在此后校长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，就是让我去带这个毕业班的课。那个时候高考制度刚刚恢复不多久，那我的最直接的目标呢，就是能够教出考高分的学生，能让他们考得像你一样好，你就是最成功的老师。我是在1993年的暑假来到这个学校的，正遇上这个学校呢，他在搞86周年的校庆。在接触的学校历史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就看到了一张为了一个学生单人独照的一张照片，它是一种非常隆重的一种表彰形式，而且是仅仅因为他一年以上不缺席。我们现在走进许许多多的学校，看到的是竞赛、奥赛得奖的那些照片，我就常常在想，学校啊，把镜头对准谁，其实我们的教育呢就在哪里聚焦。多一把尺子，就多一点鼓励；多一个标准，就多一些人才。它更引起我后来的一个反思，就是说，究竟我们应该激励一些什么？我们教育的追求究竟是什么？学期的第一节课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开源硬件设计与制作的这门课它是什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就会有点难了啊。我特别特别希望是这样的一个校长，这个学校不能处处看见我在指手画脚，但是能够时时感受到有我的影响在。十年来呢，我们确实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。我们的艺术课开到高考之前，建成了学生邮局、学生银行、学生的诚信超市，让学生以社会岗位的角色参与校园的公共事务。我觉得我们的学校呢，还是应该更像学校，让学生热爱这个地方，他们能和同学们之间建立人生同道的一种关系，而不是小心地警惕着他们超过自己。我们学生今天呢，对他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有了更为清晰的一种刻画，培养这个终身运动者、责任担当者、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，给学生健全而优秀的人格，来赢得个人幸福，来造福国家社会。他不再是为分数而学习，为某个大学的名气而学习，而是在为他的理想而学习。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的高考，但孩子只有分数，我看恐怕也赢不得未来的大考。
分数是重要的，但是分数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，更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。我是201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，我在委员通道上所讲的最后的几句话，其实是传达一种学习的基本规律。成为网红呢，不是我的这种追求，但如果换一个角度，我能以我自己的这种网络的影响力来普及教育的一种常识，那我是乐见这样的一种效果。十年来呢，教育发生了格局性的变化，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了14000多亿，使义务教育基本办学条件呢得到了显著的改善。职业它总是要会有一个这个终点的嘛。到明年呢，我就满60岁了啊。在我退休之后还愿意做一点事情的话，我想更多的是愿意去培养一批年轻的校长，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参考。有格局，有眼界，有天下兴亡，培养这样的一些个未来人，我觉得是不能改变的我们的神圣的职责。